中国十大奇葩建筑，每一个都超乎常人思维，最后一个更是被评为中国最丑建筑，快来看看你敢住吗？十、芜湖长江之歌，它是芜湖著名的地标建筑，以明黄色作为楼房基调，咋看咋像一群大玉米。九、桶装方便面楼，这栋建筑因为外观造型酷似摞起的方便面桶，对此有网友调侃道，一桶能吃三种口味。八、广州融创大剧院，创意牵强附会，中国元素瞎整一堆，看似群英荟萃，实则萝卜开会，就像是我奶奶缝的大棉被。七、广西河池丹泉酒业文化馆，迷雾建筑这一板块年年都让人出其不意，没想到你直接搬了一个地球仪，只是你酒文化馆做成酒瓶子都可以理解，但是做成这样真的不是科教基地吗？六、重庆飞天之吻，它也被称为重庆二人转，建立在1000多米高的悬崖边上，刺激无比，就是这造型有点像神仙上菜。五、北京央视大楼，著名的北京大裤衩，虽然已经是个老年选手，但江湖上始终流传着他的传说。100亿的超高工程实现了和人穿大裤衩100%的相似度。四、广州原大厦，它远看大铜钱，近看铜钱大，此大厦看着就很豪，事实确实也不差钱，传闻光起名字就花了10万。三、南昌万达茂青花瓷大厦，万达豪情狂砸400亿，却被网友吐槽远看就是一堆乱放的碗碗罐罐。三、河北金鳖馆，它模样逼真似巨鳖，嘴巴长得特别尖，看你的眼神都倾斜，建筑脑洞大，就是造型辣眼睛。二、溧阳博物馆新馆，这个建筑不简单，远看像坨融化的巧克力，近看像什么我不敢说。一、河北福寿路天子大酒楼，它被吉尼斯评为全球最大象形建筑，奥特曼见了都要吓迷糊，设计师也是个幽默的人，因为最贵的那间房藏在了寿星的寿桃里，福禄寿三星报喜，看起来就很有福气，就是不知道入住前需不需要拜一下。友友们觉得哪个最奇葩呢？